Flasche zum Gedanken.吃完宵夜回家，吃饱饱回家。我们在马六甲的星期六就这样过了。星期六还有星期日。明天再看要在马六甲干嘛。就这样，typical KL 人的 review， 他不明白我们马六甲吃东西的情怀。你不知道这个联邦酿豆腐的 please， you don't know， you don't know。 然后马六甲人吃酿豆腐跟 KL 吃酿豆腐很不一样，我们很注重这个东西的，这个叫什么倒地，我们注重倒地的。酿豆腐应该是比较注重这种东西，全部都是注重这样。KL 其实叫辅助，就可能是一片东西，没有料在里面的。我们马六甲是叫豆子岛，然后一定要里面塞鱼肉，然后有的酿豆腐的地方他们会塞到满满，非常好吃。然后马六甲人如果是酿豆腐，是一定要有这一个东西。Thank you.
your house? Sam? Your house? Now. Where? Now. Your house? Now. No? No, it's red. What is this? That's a duster. Oh, yeah.